我们现在出海了，我们要找教练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待会大家就假装教练不存在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先开到这一小块港口的中间，模拟我们漂流在海上。我们看看怎么在海中间的船上再搭一个三角小船。第一步呢，它这个三角小船是用三个桨搭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我们先摆一下造型，然后把交接的地方用绳子固定。再来第二只桨。哎，嘉高，我觉得这个细的绳子比较好绑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嘉高，你现在是老虎，我不能跟你讲话。酷哦。最后一条，看到我的三角形成型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做船的底部。它在电影里面是用一个网子，先摊开。摊开之后，把救生衣包进去。好，我包好了。现在我们把渔网竖起来。我感觉十个实验有九个在做手工艺耶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我竖的蛮好的呢。哦，我真的很会竖呢。好，你们看我这一包，这就是我们船的底座。我是三角船桨，怎么上去？不行，我要靠自己，靠自己。为什么我翻不上去？我研究一下怎么上船。知道我刚搬上来，搬得多大力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底座跟我们的桨固定起来就可以了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再穿快一点？再穿一点这边，让它回来就行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丢下去。最后一步了，电影里面它有放一个救生圈，在这个三角船桨的中间，当做坐垫，然后我用这个刚刚两绳子的两端把救生圈固定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就完成了。另外一边，好，大家看到那个岸边了吗？老虎，你自己留在这。我先坐我的三角小船走了，上去咯。哎，还行。哎，哎，我觉得我待会到岸边的时候，你可以上来看看它可以支撑两个人的重量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兜风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要到岸边咯，不要看我这样随便滑滑，这个三角小船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各位观众，我归来了。好了，你看到底了。江江，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